管了，反正得到就算了。狗屎运，您的好友狗屎运已上线。耶、yeah, 走。像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以为其实它只有2个，但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是新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算进去了。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重复算的，也就是说原本以为是4个的，它其实只有2个。他说还缺一个镜子，你们有看到镜子吗？镜子在哪里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我看到镜子？ 没有印象看到镜子吗？我们一路上就破那个东西就饱了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东西了。镜子，我这样出来是对的吗？我看我回去看他有没有给什么游戏提示好了，因为我刚为了要算那个图案，已经把外面都翻过了。我们回去看看他有什么游戏提示给我们好了。然后我发现。 喵星人来乱玩台之后，现在换成蚊子星人来乱台了。为什么我房间那么多蚊子啊？想夹人的呢？你说下面那个地方吗？好吧，反正我们里面也都逛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去看看好了。就下面那个我刚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地方我看过吗？的那个地方嘛。走，我们出去。生命万千的房间、啊，被你讲得好像绿意盎然一样，生机无限。我们刚刚没有进来过，所以是这个地方吧？又是一个要破很久的谜题，所以我决定一边吃巧克力一边破一下这个谜题。啊妈妈妈妈，嗯，好好喝，好脆哦，让我想到艾伦的那张折巧克力。嗯，干嘛？ 左右动作一样吗？你是对称吗？嗯，有可能哦。哦，破解嘞，好快哦！你找到了一面镜子，我说系统大神，行行好，直接把我们从那边船送回去好不好？这路途有点远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千里迢迢回到那个房间吧。善雅，你知道吗？脂肪在跟你 say hi， 嗨，脂肪。 热情的招呼他，喵！你喵什么？你喵什么？你喵什么？皇上旁边都是你掉的毛啦！你在喵？你最近一直掉毛哎、欸，皇上都被你弄到毛了。你就是要跟我说什么啊？你在我身上掉毛，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？来说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游戏的玩家就会觉得这游戏很棒了。本来每个游戏就会有不同的玩家群，喜欢解谜的玩家应该会蛮喜欢这一款。嘿咻，翻页回来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在我腿上？你在我脚上按什么？风轻轻抚，自沉眠已然多时，使我心荡漾。全破了，好高兴啊！全破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游戏，我觉得当成小品来玩还不错啊，它的解谜是真的不错，虽然有些地方还蛮心机的。怎么样？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可以把自己的感想打在聊天室，咱们聊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，因为我们刚好开台2个小时了，那我接下来会把游戏音乐放大声，让大家稍微聊一聊。那差不多10点50分吧，就是在2分钟后我就会关台了。OK。